让你们可以找到手机该拍哪里啊，各位。好的，有请几位。欢迎黄景瑜、唐小天、张静、陆思雨。张静，感觉张静怡来了一样。是。林站长好。杨志好，于副站长好，小蒋总好，来四位这边请。就感觉很不一样，感觉电影宣传一样，是吧？现在都整的哎，可有意思了。来，我们各位媒体老师们释放一下热情，好不好？欢迎一下我们四位主演，掌声。OK， 四位先来，挨个的跟咱们的媒体老师们打个招呼，好不好？我们从来，景瑜你先来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黄景瑜，在这个他从火光中走来中饰演一路霄。欢迎林站长。是今天啊，没关系，我知道你们的手现在都站着呢，你看还有人一个人举着手机，好好拍好好拍啊。来，下面我们有请小天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唐小天，我在他从火光中走来中饰演爱吃烙饼的郑哥。对，我们小蒋总这烙饼啊是一直没吃到嘴里。好，下面张静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晋，在他从火光中走来中饰演结构大师于其磊。结构大师啊，抽木条给大家抽明白了。好，思雨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陆思雨，在他从火光中走来这部剧中，我饰演絮絮叨叨的指导员杨振刚。回过头来说啊，回过头来说，对，这个特勤九条我们里面都关注到了，这个当时好像林站长是有一个要求，不能补充一下。让他 少补充两句，然后所以因为这个就发明了回过头来说这句话吗？对对对。好，网友们，刚刚我们看到了很印象最深，我们在那个消防站门口有一个拥抱接吻的戏，那场戏我印象最深，因为那会儿我俩没见几天，特别不熟，然后吧，因为我之前一直拍戏，其实戏里女生都比较少嘛。然后突然有了这女主角之后，我特别不适应，然后我就特别害羞，特别尴尬，而且那天在街上又有很多人看着，所以那场戏是让我留下很深刻印象的。OK， 这个是印象最深的，那我们 NG 最多的呢？我们没啥 NG 啊，我们除非是什么技术上有什么问题，其实还好，因为大伙儿很熟，表演出来最自然的状态是最好的。对，很自然，而且我发现。那你们在一起生活了，我想想，拍戏之前训练的时候也是在一起吗？你像，你看这个静哥，我俩就拍多少戏了？我俩就拍好几年了，对，好几年的时间在一起，所以对他的感情也很深。我俩也是之前也是一起拍过戏啊。那小天嘛，就我俩除了睡觉时间，老在待一起待着。缺瓶盖，缺瓶盖，研究烙饼。缺瓶盖这个今天也是，就我觉得是还原不了，但其实我非常想在脑海中就是去脑补一下。特别好玩，真的假的？你应该尝试。不是，到底是怎么个吹法？我当时看那个访谈，我还是没明白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小一桌子，拿一瓶盖，你画两条线，就是界，最近不能进过这条线，最远不能远过那条线，大家看谁吹得远。对，就是同一个频道，对，在这个区间看着远，然后我很难想象他们两个185加的人，然后就这样趴在那个桌子上开始吹瓶盖，特别好玩。你俩最长记录这个游戏玩了多久？玩一晚上。这俩人真是太幼稚了，真有意思啊。好，那这样吧，我在，我就觉得景瑜现在已经感觉像真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消防员了。我差点就能切鸡蛋了那会儿。真的、我把鸡蛋已经切开半个了，就是拿我们剧里面那么大的那个，拿那个大切割机切生鸡蛋，切完以后它那个里边的那层内膜就是不让里边膜破嘛，我切了一半给切破，拿手抠都抠不成那样。都是你自己拍的？都是我自己弄的，对，因为我本来就喜欢这个，然后我又不想让别人碰我的切割机。OK OK， 好，那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拍摄之前做了哪些准备工作。准备工作，你可以把麦离近一点。我们其实，首先你要演消防嘛，你要进到消防站里去了解他们各种车的型号、各种车的用途，然后再去了解他们的各种使用救援时候的工具，
无论切割的也好，剪东西的也好，还是什么的，我们要把这些都看一遍。虽然可能不能每个都用到，但是首先要知道。然后我们会做一些消防基础训练啊，不管是攀爬啊、锁匠啊，还是那个打手带啊，还是接水管啊，这些都是要前期去熟悉一下的。嗯，好，这是景瑜熟悉的部分。那小天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部剧？所以我那时候狂进健身房。可能有些路透可能比景瑜现在还壮，对，很厉害。对，就是因为我想，既然要演一个这样的角色，起码让人看起来是给人消安全感。嗯，并不能瘦瘦的人，你可能我救你还是你救我，真的有安全感，对吧？我长这么大，我是第一次看到一个男生站在我前面，我觉得我想先靠一下。那会儿看到你的，会不会想靠一下？OK， 那其实大家还是做了很多前期训练的啊。那我们张静老师做了哪些？好，我是烫水的热嘴，我想问黄景瑜老师。哎，对，是我。和平路，和平路，指挥中心呼叫。这段夹子音，网友说黄景瑜的夹子音连嘴型都在夹。请问是现场临时发挥的吗？可以现场给我们夹一个吗？别夹了。我们对那个就是那其实那条已经过了 ，OK 条已经过了，我就自己就乱演了。其实我们整个戏里啊，不光我自己，我们所有人都有大量的这种现挂的台词和一些剧情，但是最后实际在成片呈现出来之后呢，其实效果都很好。OK， 这是现挂的这一段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可是现场不能再跟我们现场夹一下。这样，我们喝口水先，好不好？哎，来来来，把水给我们老师递一下。哇，这就是喝水是假喝水就冷。对，就是我们这个水是一个道具，它有魔法。这是什么？黄景瑜如果喝了这个水，他就必须得夹这一下。这烫水不？夹一个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大家可以润润嗓子，润润嗓子啊。谢谢。和平路，和平路，和平路。和平路，和平路。好，那天是晚上，声音状态不一样。嗯，你这样，你一会儿把这个影院门一锁，好吧？然后咱们等到晚上。开玩笑，好，我们喝完就先放旁边吧，好不好？嗯。我真把灯啊，真给我们喝是吧？真给你们喝，真给你们喝，这 logo 都没写，肯定是真喝呀。好，来。林路潇把蒋格饼抢走了。今天现场，林路潇把蒋格的饼抢走了一大块儿，一大块儿。蒋格哭了。对，我刚想说蒋格哭了。这样，我想生干啥玩意儿？哎呀妈呀，干啥玩意儿？疼，四个字儿，必须四个字儿，必须四个字儿啊！哎呀妈呀，干啥玩意儿？我的饼呢？哎呀妈呀，干啥玩意儿？饼还我，撕的饼还给我，饼还给我。哎呀妈呀，干啥玩意儿？饼还给我，陆潇不给啊，也行啊，算是串起来。哇，谢谢谢谢，这噎着，中午饭有着落。就是说，必须高低得让我们小蒋总把这口饼吃上啊。那都道具都来了，我先弄啊，还原一下吧。我就想吃张烙饼，你老报什么警啊，大婶儿。好，这一段今天要连着一起发啊，就是饼。这真是现学呀、啊！再看一遍吗？记住，记住。哎，对，大家演一演啊！记住，哎呀，这边特别好。其实我特别想看黄景瑜举着切割机跳这边，跳不动，我直接把他们给切着。再放，好，记住了，记住了，不要再唱了，不用了，太受不了了。好，那这样，我们一鸣老师帮我们放一下音乐，然后我们以跳出个人风采为主，不一定非要那么还原，好吧？我总出汗了。OK， 来，请放音乐。自带 BGM。我
我好无聊啊。他们你看着吧，放到网上去之后评论一定说很精彩。好，那大家来评选一下吧，你觉得刚刚从我们来一起看看剧，希望大家都来看他从火光中走来，然后也甭管其他人，只要自己认真看结尾的小课堂，还有作品当中发生的真实事件，然后把自己的生活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，自己负责好自己，也就可以给消防员叔叔省了点麻烦。OK， 这个也很棒，大家记得看结尾的消防小课堂。好，下面我们孕妇有什么要叮嘱呢？前面大家说的都已经很好了，然后我就想说，你们相信光吗？我相信。谢谢大家对那个他从火光中走来的厚爱，希望大家一直关注他从火光中走来，谢谢。好，你这个年纪还躺着吗？上了一个价值了。真的，我刚刚就听到这一句的瞬间，我脑海里有一个非常抓马的环节，就是思维一起问观众，你们相信光吗？不是，你们扛揍吗？好，那再次感谢各位今天来给我们捧场。别站起来，别站起来，你站。来，我们一起掌声有请他从火光中走来的主创黄景瑜、唐小天、张晋、陆思雨、飞碎来。哇，好帅哦，你看他我们走。我们今天来四位男团啊，都超级超级帅。来，我们欢迎欢迎来，好，先请我们四位跟我们抖音追剧团的朋友们打招呼。对，抖音追剧团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黄景瑜，在他从火光中走来当中饰演林陆湘。欢迎你啊。我们这个抖音场氛围是不是最好的？对吧？来，好帅，好帅，好帅！下一个更帅，看。来，我们小天老师。抖音追剧团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唐小天。我在，我在他从火光中走来中饰演的是闹铃。欢迎小江总来。抖音追剧团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张晋，在他从火光中走来中饰演副站长于其磊。哇，抖音追剧团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陆思雨，在他从火光中走来当中我饰演指导员杨振邦。欢迎。那我们刚刚也看到了杨景玉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晋仪。我在他从火光中走来当中饰演南初。不好玩，不如和平路好玩。大家欢迎现场，再来一个现场重现一次和平路。啊，对了，和平路，怎么这些不像？很棒，很棒。来，那我们先来剪。对，其实我们在站里的时候，待得特别的自在，特别轻松。然后有戏去拍，没戏我们几个就健身房嘛，练一练。然后没事就食堂去吃点饭，就感觉跟上班一样。大家都融入得特别好，是吧？而且我们跟消防员，我们也卷，消防员体格也好，他们推的重量，我们也想上。大家互相卷健身，然后就出现那个留住的那个情况。对，留住算是比较厉害。那会儿太特例了，小天那会儿特别壮。哇，我们是健身男团。哎，那大家有看到就是我们给大家起了个名字叫一八五男团吗？然后就是五米八身高都很高，而且身材都非常的好，也就聚过之后评论区不知道这么多的虎狼之词，大家注意到吗？什么品种的虎？黄色的那种。黄色老虎。对。然后这有看到吗？以前没有。哎，那是不是我们那个屏蔽掉了，看不到？是自动屏蔽掉了，是不是？给你看到了。那我们再想说两句吧。你看到了吗？你都没看着，我上哪看到？那我们发的是吧？拜拜。那我们回去可以多刷刷抖音，去评论区看一看啊。那我们接着来聊啊，还有评论说我们景瑜老师是干一行爱一行啊。之前我看您又在采访里说过，说想退休了之后开个烧烤店，现在这个计划还有吗？
我一直想做这个，我想有个自己的这种小剧点，朋友们都可以没事就去吃吃饭啊，吃吃喝喝。还在计划当中的，但是现在开一把也想开，实体经济是不太好办，对那个私人的不对吧，就是准备钱让我放卡充卡，对圈里的朋友们我们充充卡，这样我们举手欢呼在哪里，不好意思啊，对这个饼没法扔，就是后排的朋友们，我就对，不愿意，我不愿意，来了我的飞饼，来了我的飞饼，来我们朋友可以传阅一下，要扔飞饼，来了我的飞饼，对，来我们一二三，对，好，谢谢。三，对，先把这个标准准备好。对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因为是你跳的，大家都喜欢。对，出汗了。出汗就把衣服脱了。抖音场很热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再来最后一遍。来，行吧。我们行，我们保一下，这个就算正式版了。好，我们准备了。来，一二三，六。对，先把这个六准备。对，好，谢谢谢谢。跳到没有刷到过那个小猪跳舞的一个视频？没有过，没有过。那我们今天现场来学，简单的学一学来，怎么样？可以，非常可以。好，那我教给你。好，来，稍等一下，我们理论上先看一下嘛。当然了，可以。没事，我会现场教学的，放心。哎呦，刚才那个带下去。对，怎么样？我们就是下去，就是稍微带了两下腿，怎么样？可以吗？你俩小女孩知道的还挺好看。我们就喜欢看我们男团跳舞。不是在摔着我们？不会，我们简单学一下吧，行吗？我们工作人员帮忙拿一下话筒吧。话筒拿着，没事。啥动作？对，这个给我放一下，我边放边。好，谢谢，唱的怎么样？其实，在抖音上面还有一个关于景瑜老师很热门的一个内容啊，就是几乎在关于你的视频下每一个评论区都能看到，就提到黄景瑜的松弛感，有一张照片就是躺在一个工地的楼梯上。工地间包工程，对，那个我那是拍戏现场，不是工地的。能跟我们讲一讲，就是怎么能躺的？是因为没有别的地儿能躺了，我就想躺，所以只能躺在这个楼梯。不硌得慌吗？
我硌的话，硌的吗？其实不硌，你们可以找个地试一下。是吗？那看你就不硌了，黄老师。啊，因为我这人长嘛，我能挨好几个楼梯，所以就力量分散了。嗯，那我们今天也是准备了一个，准备了一个小道具啊，来请我们工作人员把我们的一个小立牌拿上来。对，可以的，我们四位拿，也挺好的。四位拿着我们这个松弛的九位老师，我们一起合个影吧。对，这腿穿这条腿哪去了？绑住了吗？这个到时候找一下我们抠图的老师啊，就把我们腿抠掉了一半。天脚是吧？要拿这合影啊？对，我们拿这来一起来合个影。啊，他们躺地上合，躺地上合影是吗？躺地上合吗？躺着合可以，躺地上合影。哇！还学你这个动作，你学的是你学不出来，不好学。你很聪明。这是，那我们当个主任也真正欢迎你。真的来一下吧。好大量的宣传方式，我们就三个，3、2、1，来，我们请起吧，辛苦了，老师，太开心了，老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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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小跳老师特别喜欢这个牌子。可以送给我吗？一个一个的朋友谁拿？都进来，对我们大家辛苦一下，传一下，跋山涉水的。你看我给你看，是有点小。各位唐老师好，然后这里是橘子鱼，我想要问一下黄景老师，就是网友们说总觉得你很会的样子，你觉得大家是在说什么很会？尴尬，会的苹果，哎呀妈，那直接给你传吧。会，嗯，这个问题不会。很会撒娇，这个吗？会撒娇、啊，会演戏，就是类似。对，还有很多。我要说一个后缀，很会什么，是吧？对，是的，很会，很会凝聚人心。啊，嗯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接受了吗？还有呢？你好，还是不信啊？还有啥呀、啊？还好多很会啊！什么都会，他那边什么都会、啊，什么都会。对，大家就想听你多说点嘛。对。啊，对，那这个戏，我觉得林萧是很会灭火，很会做站长，很会凝聚人心，然后。很会谈恋爱，很会爱人的眼睛，很会爱什么？很会爱人的眼睛。这是个什么歌？是形容你的眼神。啊，我眼睛很会，很会爱人，深情，就是听人很深情。这是我听到最高的评价。哇，水汪汪的大眼睛。我们四个没有一个人是，在我们心中大家都是大小鸡。哇塞！啊！我这个是假的，再报下来！不行，我恐高。太吓人了，这一下。懂了。刚才那个两米多吧？得。差不多。这常规伴总就是要抱公主抱是吧？啊，对呀、啊。好的，那第二种被公主抱，你也抱我一个，要抱我一个，抱我一个，再来还一个，还一个，还一个，你欠我的吗？冲这边。啊，我们小天老师164，我也去，这多少？你看，还怎么谁在怀里都有种娇羞的感觉？你不想靠过来吗？刚才有点害臊了，再来一个，或者咱接下来还有其他活动，别人耗尽，来我们。好的，谢老师。